大家早安，我起床了，然后现在要来简单做个早餐。我早上都会喝一杯温热水，促进肠胃蠕动。然后我今天的行程是，先把影片，今天要上传的影片先输到电脑里面后，要看书，因为我明天要考试，看书，然后下午大概2点左右，1-2点去咖啡厅做一下题目这样子，对，然后买个面包，买个晚餐。今天的早餐很简单，一样优格，然后我想要豆浆加牛奶，温热一下。我吃麦片的速度超快的，这本来很大一包，然后一个月左右吧，已经剩这样子一点点。我家里的冰箱必备的饮品嘛，就是水之外的饮料，就是牛奶跟豆浆。嗨大家，我化好妆了，然后我现在来换衣服。我要来开箱我在 Zara 买的一件小孩的毛衣。我在 Zara 可以穿大同尺寸，就是大小刚好，但还是要看版型。我这次买的是毛衣，毛衣比较，这一件是 oversize， 所以大朋友的尺寸可以。噔噔，是这个线条的，它很软，超舒服的。我是买13到14，然后是164公分。对。哦，对，我穿11到12和13到14的大同尺寸可以。这件超可爱，它超软的，是这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它的白也不是那种像白纸一样的白，是有一点灰灰的白色，然后配这个蓝蓝黑黑的线条，觉得很可爱。好，今天就是穿这一件，然后底下配一件裤子。对，今天我想要穿裤子。好了，我是戴一个帽子，我本来绑起来，可是因为刘海现在的刘海真的是非常的过渡时期，所以我决定还是把它戴帽子，然后把它藏进去，然后戴一个蓝色的裤子，然后里面搭一个那个内搭。我刚跑去买染发用的洗发精，然后现在要去买面包，因为那一间面包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都会售完，所以现在先过去，然后等一下再去星巴克。哦，他今天售完了，面包售完了，好快哦，现在才3点多，还不到4点。好，没关系，我想要逛一下，然后看有什么不错的面包店就进去。可以预约蛋糕了，还是来买这一间的面包。ドクロワサを一つと、はい、あ、持ち帰りです。あとトマトモッツァレラのパンを一つお願いします。我买完面包了，之前有来这一间的楼上咖啡厅吃过蛋糕，还不错，然后面包也还不错吃。Taking it slow won't work
second time. It's only so long for Christmas lights. It can't be a song you sing sometimes. I need you to sing it for your whole life. So let me be your family this Christmas. Let this be the season I've been waiting for. Yeah, you've left me wondering just how you're feeling, and I want you to know my doubts about is realized. Me walking barefoot in the San Diego snow.嗯、我觉得要找到一支好看又好写的黑笔有难度耶、欸、我试了20分钟有吧，然后就选了一支，对，之后有想要买一支那个钢笔，想要来试试看钢笔，但钢笔一支都不便宜，所以要考虑一下。好可爱哦！哎，还有鲁米的，超可爱的。日本的红包袋，小红包袋。哎，这个兔子狗狗。回来百货的地下街买晚餐，今天没有这一组。先要去看一个超可爱的东西，我刚经过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个笑笑养的娃娃。超可爱的。还有这一只猪。它好像一颗球，超可爱。好犹豫颜色哦。我回来了，刚刚犹豫的法哭颜色，我最后买这个咖啡色，来戴戴看。是款式不适合吗？有点是太蓬了，这好像要洗脸哦。我不太适合戴发箍，对，可是这一次我会买，是因为它颜色不难看，然后它还蛮便宜的，330块日币而已，我想说就买来玩玩看。对，如果不适合的话，也可以就是譬如洗脸的时候把这样箍上去之类的。我之后想要尝试就是黑色的那种，然后再薄一点，不要这么蓬蓬。感觉如果不要这么蓬蓬应该会比较适合，洗完澡的时候啊，刘海比较松一点，就会比较扎眼睛，就可以戴这个。因为它其实这样松松的，如果说把头发整个箍上去的话也不容易定型，我就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啦。他就发布那个股神巴菲特说他们公司买要买一台机电这样、嗯、然后我买这个烧麦还有这个乳马铃薯跟这个乳猪肉当晚餐。せーの、いただきます。吃爸是传那个啦，你那马铃薯猪肉里面加这个金针菇。这个是虾子烧麦，我吃虾子烧麦。哎，你刚
God did his thing with ya. Don't be a stranger, be my date. Without ya, this ain't a holiday. So let me be your family, this is me, your friend. Let this be the season I've been waiting for. 我刚写完题目，然后现在在喝乐可可，然后等一下要剪一下影片，之后就要洗澡睡觉了，明天要考试。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晚安。